新素颜惊死人，怀念彩姐小清新。而且你没差哎、欸，对啊，而且你不化妆，年纪看起来还比较新哎、欸。康熙开播近12年，开创不少节目单元，其中明星卸妆更是经典。把重点放在他的眼部那附近，是一个陌生人。小姐，请问你哪位？谢谢小姐，1、2、3。哇！为什么要让他来上我们节目？经纪人为什么？我不懂。你确定你要一路接下来？素颜的小优，1、2、3。路人吧，这个我觉得他也太拍了，眼睛啦，而且眉毛有，我是贵节目的霸凌，对，如果我出来被人干掉了，你们节目会怎么样？还好吧，我认得出来是你，真的吗？可是可是我觉得可能眼睛那个消了之后会我怀疑眼睛不会再消了。那我们要给 S 看一下，好可爱哦。哇，经过大风大浪的小 S 都惊呆了的素颜长怎样嘞？素颜还好，好讨厌的，这个人会安静吗？观众不要对演艺圈绝望哦，还是有天生丽质的案例的。你再给我讲看看，听到的吗？真的啊！看，苹果与浪赖，这样你以后不管红尘怎么样，都会有人把这一段拿出来播。可是电视丽晶嘞，把刀。